我这个人从来没说过谢字，今天我要对你们大家说声谢谢。你们好，这一段人生，大家好，我是爱看好剧的姬恩生。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由苏有朋、贾静雯、高圆圆等人主演的《倚天屠龙记》，本期视频点赞过8000，下一期即日更新送给大家。上期视频我们说到，张无忌原本打算遵照诺言和赵敏一同前往冰火岛将义父接回明教。 却无意中发现金花婆婆和珠儿从峨眉派众人那里带走了周芷若之后，似乎也准备去冰火岛。于是她和赵敏小召三人乔装改扮，混进了船夫之中。没想到这天深夜，珠儿却偷偷溜进了船舱，暗中告诫张无忌务必当心小召这个人。旁边的赵敏醒来之后，两人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按理说，既然珠儿能找到他们，岂不是代表着金花婆婆也已经知道他们叫嚣上了船？为何至今都没有任何动作？ 珠儿又为什么偏偏避开金花婆婆，深夜过来提醒他们呢？无论如何，这个疑团盘桓在两人脑海里，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头绪。他们也只好暂且按下不提，先搞清楚金花婆婆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再说。奇怪的是，船只靠岸的时间比张无忌预料的提前了很多。张无忌自小在冰火岛长大，对那里的一草一木极为熟悉。他踏上岛屿的那一刻，就看出此处根本不是冰火岛，十有八九是灵蛇岛。 但金花婆婆不远千里回到她此前隐居的地方，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当然，小昭留守在船上，自己和赵敏尾随其后，跟着金花婆婆上了岛。两人出于好奇，一路跟随，却诧异的在岛上看到了多年未见的义父谢逊。他此刻正被一群丐帮众人围攻，情况似乎十分危急。时隔多年，金毛狮王谢逊双目已盲，周身为矢却不减当年，面对大敌更是毫无惧色。丐帮的人知道他难对付，故意围在他身边弄出声响。 以此扰乱他的听觉判断，谢逊却仍旧如天神般屹立不倒，神挡杀神，佛挡杀佛。至于一旁观战的金花婆婆，眼前这场一触即发的战局，落在她的眼中却仿佛稀松平常一般。而且听她的语气，谢逊似乎是自愿来到灵蛇岛的。但这些年来，她的行踪极为隐秘，为了不泄露谢逊的藏身之地，张无忌的父母不惜一死。那么金花婆婆究竟是从哪里得知谢逊的所在，并劝动对方离开冰火岛的呢？ 好在谢逊虽已年迈，气势却不减当年。丐帮众位高手齐拥而上，却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很快摆下阵来，为首的那人名叫陈友谅。方才与谢逊的对战之中，他全程没有参与其中。直到丐帮的一位长老被折断了手臂，他才终于开了口，声称自己不忍眼见本派长老受苦，希望能够替其受死。谢逊倒是对此人的仗义颇为赞赏，并没有继续为难丐帮的人，而是在放走了陈友谅他们之后，向金花婆婆询问其张无忌的下落。 原来就在六大派围攻光明顶之时，金花婆婆从武烈嘴里逼问出了谢逊身在冰火岛，随后又告知了张翠山夫妇的死讯，以及张无忌身中玄冥神掌之后，曾经前往蝴蝶谷玄衣的事儿。至于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张无忌到底是死是活，他却故意隐瞒了下来。相比起利用自己的金花婆婆，谢逊显然更信任老朋友阴天正的孙女阴离，也就是珠儿。珠儿心地善良，几次三番想要说些什么，奈何被金花婆婆捏住了命门所在。 只好顺着婆婆的话说了下去。当她说到幼时和张无忌初见，被对方狠狠咬了一口时，更是忍不住生了一句下。躲在暗处的张无忌原本在赵敏的阻拦下，强行压下了想要和义父相认的心思，线下又被珠儿的话调动情场，不禁想起了他对自己的一番情意。原来你和你表妹之间还有这些纠葛过节啊！ 我说过，如果你要是瞒我，我绝不饶你。从方才的一番交谈中，张无忌大概可以得到几个讯息：义父是被金花婆婆诓骗至灵蛇岛的，他们似乎很早之前就是旧相识。金花婆婆甚至称谢逊为谢三哥。这些年来，谢逊一直隐居在冰火岛上，若非心里牵挂着张无忌的安危，他是绝对不会带着屠龙刀一起答应来到灵蛇岛的。然而，让谢逊分外恼火的是。 此前，金花婆婆明明答应过她，只要她愿意离开冰火岛，对方就会将自己的无忌孩儿亲自带到她的面前。金花婆婆每每从中途回到灵蛇岛，她在谢逊面前的说辞永远都是老一套：只要她相借屠龙刀，她就会立刻找到张无忌。只不过照此情形看来，对方由始至终想要的就是夺取那把可以号令武林的屠龙宝刀，根本没打算替谢逊寻找他的义子。两人就这样互相拉扯试探着，谁都不肯先退一步。 谢逊眼盲多年，心里却如同明镜一般。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金毛狮王了。如今除了这把屠龙刀之外，他再无其他倚仗之物。
更何况他的踪迹已经泄露，即便丐帮这次得到了教训，短时间内不会找上门来，但他身处灵蛇岛的事一定会在江湖上不胫而走，到时候上岛寻仇的人只怕会络绎不绝。我再问你，我来灵蛇岛的事没人知道，何以丐帮的人会知道？我正要好好的查个明白。你去查吧，反正你不肯为我寻找无忌，我谢逊唯有重出江湖，再闹他个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张无忌离开冰火岛后，接连经历了父母惨死，自己身中寒毒，被楚九真一家欺骗，最后掉下悬崖九死一生的事儿。后来他学会了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解了光明顶之威，被众人封为明教教主之后，他一直没有忘记远在冰火岛的义父，却没想到谢逊居然为了自己明知遍地仇家，还是甘冒风险选择回到中原，心下更是酸楚。张无忌有心想要立刻现身和谢逊相认，身边的赵敏却并不同意，他总觉得岛上诡异之处太多，不仅是金花婆婆，还有那个丐帮的陈友谅，都需要他们严加防范。两人悄无声息地回到了船上，赵敏替张无忌处理伤口的时候，解释了自己对陈友谅这个人的怀疑，和谢逊张无忌父子俩的看法不同，他并不认为陈友谅是什么重情重义光明磊落的所谓侠士，而是一个阴险卑鄙的小人，他在谢逊面前的那番慷慨激昂之语也不过是险中求生的手段罢了。张公子，张无忌，张教主，你呀、你对这人心险恶真是了解太少了。你想想看，当初陈友谅站的位置，他这一招降魔踢斗式踢的是谁？这狮子搏兔搏的又是谁？这一脚踢的是躺在地上的郑长老，出手去抓的是珠儿。被赵敏这么一说，张无忌彻底明白了过来，这个陈友谅哪里是替本帮长老求情，分明是仗着谢逊看不见，抱着拼死一试的想法，一边编造了正气凛然的谎言，树立一个置生死于度外的人设，一边替自己找好了退路，为了活命不惜放弃郑长老的性命，可见其心计和城府实在惊人。赵姑娘，你能够一眼看破他的诡计，你不是比他更厉害吗？喂，你是在讽刺我？好，如果你觉得我诡计多端的话，那就离我远点啊。那倒也不必了，你对我施的诡计多了，我会防着点。你防得了吗？那我问你，你手上被我下了毒药，你怎么不知道啊？你给我查的是去腐消鸡膏啊。这去腐消鸡膏啊，是外科中用以烂去腐肉的消食膏药，又不是毒药。张无忌熟读医书，当然知道去腐消鸡膏并非毒药，唯一的影响就是会让他的伤口烂得更深一点，只是赵敏时不时的一个恶作剧让他实在有些消受不起。张公子，张教主，哼，早知如此啊，我就在你的手背上下毒药，要了你这条狗命，省得你现在对我不理不睬。明明是你整我，哎，你还说我是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哎，如果我说的让你服气，那你要怎么办？反正你本来就是强词夺理，我也辩不过你。哼，是你自己心虚，说不过我。哼，我知道了，其实你心里呢，知道我对你是一番好意，只是嘴巴不说。天下有这等的好意？哎，你咬了我的手背，你没有跟我赔不是就罢了，你还狠心在上面给我涂毒药啊？谢谢你啊，这种好意不要也罢了。这一路过来，他们从一开始相互试探到现在的有说有笑，抛开彼此的立场不谈，两个人的确可以算得上是朋友了，一个张扬热情，一个嘴笨心软，性格上倒是正好互补。赵敏的语气也渐渐软了下来，他确实吃醋于张无忌咬珠儿的那一口让对方牢记了这么多年，所以才会如法炮制，好让张无忌一辈子记着自己。老实说，张公子，其实我是待你不好，待你好的事一件都没有。那你以后待我好不就成了吗？你干嘛？我也要在你的手背上咬一口，让你一辈子都忘不了。不要不要啊！哎呀，要我还是过。
出什么事了？小昭突然推门而入，让两人有些始料不及。小昭告诉他们，金花婆婆和珠儿背着一个袋子，一路上不知道在争辩些什么。张无忌实在放心不下，决定偷偷跟过去一探究竟。赵敏放心不下，将一片建议并交给了他。去见金花婆婆和珠儿两人一路向北，趁着夜色来到一间小木屋前，不知道在忙活些什么。珠儿表现得有些犹豫，一旁的金花婆婆则耐着性子不停地向她劝说着。果然不出赵敏所料，没过多久，张无忌就看见以陈友谅为首的一群丐帮中人悄悄埋伏在屋前，多半是冲着屋子里的人而来的。这么说来，住在这里的人十有八九就是谢逊了。金花婆婆显然也听到了动静，高声通知了屋内的谢逊。既然骗不到屠龙刀，他也只能另辟蹊径，准备利用提前在屋外布好的钢针趁机偷袭对方。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谢逊并没有按照计划走进陷阱，而是以耳代目，不但精准抓住了陈友谅，居然还仁慈地放了他一马。金花婆婆眼见此计不成，只好继续以言语相激，试图让谢逊主动踏进圈套。谢三哥，你还记得四大法王紫白金青这四个名号吗？像当年咱们在杨教主手下，丁二哥、福王伟四哥，再加上你我，横行天下，所向无敌。都是旧事了，还提它干什么？大家都老了。谢三哥，我老眼还未花，难道看不出来你的武功比20年前可大有长进？你何必谦虚呢？躲在暗处的张无忌这才知道，原来金花婆婆就是名叫四大法王之一，已经失踪多年的紫山龙王。据说他当年下嫁给爷爷先生之后不久就叛出了明教，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谢逊不是不清楚金花婆婆为何突然提及往事，不过是想要将话题引到明教上面。当他听说六大派围攻光明顶一事，对金花婆婆的态度愈发激愤起来。他被成坤所害之后，为了得到屠龙刀，在江湖上背负了无数血债，却从未忘记自己是明教的人。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昔日的紫山龙王明知本教有难却始终袖手旁观。谢逊哪里知道金花婆婆方才的那番话根本就是激将法，他果然被挑起了熊熊怒火，两人随即动起手来，战况极为激烈。珠儿在一旁看得焦急，眼见谢逊即将靠近钢针之时，他忍不住出言提醒。而此时此刻，张无忌也迅即出手，于千钧一发之际打散了谢逊脚下的钢针。金花婆婆大惊之下，先是一掌打在珠儿肩头，果然成功将暗中出手的人引了出来。但不知道为什么，等他看清张无忌的面容，面上却露出了诧异的神色。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却有三个人影飘然而至，眼窝深邃，鼻梁挺拔，看上去似乎不是中原人士。而他们手里拿着的分明是明教圣火令。杨顶天的遗书中说到过，明教圣火令失落已久，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这三人手中的所谓圣火令究竟是真是假？不只是张无忌，谢逊和金花婆婆也难免怀疑。对方则声称自己是波斯总教的使者，此次携圣火令来到中原就是为了整顿明教教务。其实明教传入中土多年，已经自成一派，别说谢逊和紫山龙王，就算白眉鹰王他们在场，只怕也不会对面前三人屈膝相迎。当对方说到有总教接管教务的时候，张无忌提出松了一口气，他始终认为自己才疏学浅，担不起一教的重任。其实紧接着对面的护约使却突然开口，让谢逊将紫山龙王当场斩杀。谢逊不愿和同门相残，想也不想就拒绝了。这三人武功诡异莫测，光凭谢逊一人恐怕难以招架。张无忌纵有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在身，但想要击败这三位使者，护谢逊他们周全，同时避免和总教的人结下仇怨，于他而言却殊为不易。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赵敏不知什么时候赶了过来，眼见战况紧急，他为了拖住为首的护约使，居然使出了一招天地同寿，分明是打算和对方同归于尽。幸亏张无忌及时出手救下了赵敏，他顺势将夺来的圣火令扔了出来，以分散护约使三人的注意，他们这才成功逃了出来。眼下珠儿和赵敏都相继受了伤，金花婆婆也随即离开了他们。张无忌只有带着谢逊等人等天亮后坐船离开，结果他们赶到那里才发现陈友谅逃走的时候居然把他们带来的那艘船也开走了。好在谢逊杀伐半生，防备心比任何人都重，他很快找到了一处能够藏身的地方。只是赵敏和珠儿伤势严重，他本想冒险出去找草药，却被谢逊拦了下来。我住的茅屋里有药，只是
万一路上碰上波斯风云三使，那就等到天黑再去吧。哎，管他呢，管不了那么多了。义父，相亲，害义父受尽辛苦。你说什么呢？我孩儿便是张无忌。无忌，你真是无忌？谢轩一开始并没有全信，认为张无忌出现的时机太过巧合，说不定是金花婆婆派来骗取屠龙刀的。直到张无忌说起幼年时在冰火岛上和义父相处的点点滴滴，谢逊这才终于放下心来。此前因为金花婆婆的欺骗，他一度以为自己的无忌海尔已经葬身于谷底，却没想到如今有机会再次重逢。张无忌还练成了绝世神功，拥有了足够保护自己的能力。不行，我保不动你了。十年来，我朝思暮想想抱你，现在大了，你长大了，义父，你老了很多。哎，我又不是妖怪，怎么能不会老？趁着会议使他们还没有找上门来，张无忌将这些年来的传奇经历一五一十地讲给谢逊听。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张无忌听着外面没有了动静，于是拿上赵敏的倚天剑，悄悄靠近了谢逊住的那间屋子。哪知他刚推门进去，就被暗处一个人影偷袭。借着月光，他才认出对方正是小昭。原来陈友谅他们接走船只的时候，小昭趁其不备救出了周芷若，两人跳下船游到了冰火岛上，随后又碰见了风云三使，好不容易才避开了他们，找到了这间小屋。三人重逢之后，张无忌将他们带回了藏人之地。周芷若却是感激于张无忌的救命之恩，却在看见赵敏的那一刻恨不得亲手杀了他，也算是报了师仇。张无忌一边要护着赵敏，一边又不得不向周芷若解释原委，忙得焦头烂额。小昭不便插话，倒是谢逊站出来主持大局，说是他们此刻尚未摆脱困境，外面的波斯三使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找到这里，与其争论谁对谁错，还不如团结一心共度难关。义父，你笑什么？我呀，我想起当年你爹和你娘流落荒岛，郎才女貌，天作之合，结为夫妻了。你呀，也是同样流落荒岛，可青出于蓝胜于蓝，你一个人呐，一下子带了四个女孩子。你呀，比你爹强多了。义父，你说什么？哎，谢逊的一番玩笑话说得周芷若他们脸红耳赤，相比之下他仿佛更欣赏赵敏。毕竟方才的一战中，赵敏为了保护张无忌招招拼命，那一招天地同寿更是凶险，若非张无忌及时相救，赵敏恐怕真的会和辉月使玉石俱焚。其实什么招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果不爱无忌，为什么招招拼命呢？我说到你丫头的心坎里去了吧？哎，小昭，小昭，小昭！张无忌在树林里找到了小昭，看到他已经哭得梨花带雨，一时间也手足无措。小昭早就知道赵敏和周芷若都对张无忌心生情愫，小昭却自卑于自己的身世。从小没有得到过亲情灌溉的他，只有在张无忌身边才能感受到温暖，所以他很害怕自己不能留在张无忌身边。不会的，不会的，小昭，我答应你，不管发生任何事，我都会在你身边保护你的。经过张无忌的医治，
赵敏的伤势已经好转了很多，但有一个疑团他始终想不明白。此山龙王位列明教四王之首，武功却不见得高于老爷子，为何昨晚与波斯三使动手之际，却不见他使出千蛛万毒手的毒招呢？千蛛万毒手韩夫人不会的，以他这等绝色美人，爱及容颜胜过性命，怎么肯练这门武功呢？谢逊话音未落，众人却愈发疑惑起来。在他们看来，紫山龙王分明是一个垂垂老矣的老太婆，为何到了他的口中却成为了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呢？谢逊紧接着解释道，紫山龙王本名叫做戴奇斯，原本是波斯总教的圣女，因此她加入明教之后，就连杨景天都对她礼敬三分。数百年来，总教的教主都是女子，每位教主接任之时，都会亲自选定三位圣女，四处游历替明教做事。直到教主逝世，教中长老会依照三位圣女的功德高下，从中选出新的教主。原本戴奇斯是最有机会继任教主之位的圣女，但她偏偏爱上了韩千叶，须知圣女一旦失贞，就会被处以火刑。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成为了韩夫人。后来有一次，宫门右使范瑶无意中发现戴奇斯居然从明教密道出来。要知道那条密道除了教主之外，其他人是严禁出入的，他胆敢犯禁入内，多半是为了寻找乾坤大挪移的心法。戴奇斯因此和密教众人闹翻了，从此破门出教，在江湖上乔装改扮，化名为镜花婆婆，应该也是为了掩人耳目，避免总教的人找到自己。谢逊话音刚落，一旁的朱儿就神志不清的胡言乱语起来，众人见状纷纷上前，看来朱儿的伤势越来越严重了。张无忌刚要起身去找草药，却被朱儿拦了下来，神志不清的向张无忌表明了多年情愫。而十二人的那次相遇，竟让朱儿爱得如此痴狂。片刻过后，朱儿好像恢复了神智，认出了面前的人就是他的阿牛哥，还对他说出了他曾经许下的诺言，要一生一世照顾他，娶他为妻，随后便又昏了过去。而一旁的赵敏听完二人的对话，却像是想到了什么，突然不声不响地跑了出去。张无忌随即起身紧随其后。一个女人就这么难搞定，何况四个，够麻烦的。张无忌，你为什么是个多情种子？为什么到处留情？当时珠儿什么？当时我不敢当时。张无忌，难道你就不能再坏一点，不能再狠心一点？这样我也就不会流落到这荒岛来了。拿着，干嘛？你拿着嘛！你杀了我！您干嘛说这莫名其妙的话？不管怎么样，我们在灵蛇岛待不了多久了，我们都要回到中原去。回到中原，我和你又成了敌人了。我从未把你当作敌人。我是蒙古人，我的责任是维护大元王朝。而你的责任呢，就是消灭大元王朝。你说你不会跟我为敌，那是不可能的。只怕有一天，我会有太多的压力，而非要灭你明教不可。你择行仁厚，我攻于心计，我怕有一天，你迟早会死在我手上的。这些天来，他和张无忌同生共死，甚至已经超越了普通的朋友关系。或许是眼见朱儿他们个个对张无忌情谊深重，又或许是听谢逊说起戴启思是如何力排众议，不惜和众兄弟闹翻，也要嫁给自己喜欢的人，心下不禁感触甚深。正如他所说的，他和张无忌终究立场不同。在灵蛇岛上，他们尚可摒弃外在因素，一心一意的在一起，可一旦回到中原，他们总是要回到各自的阵营，到时候兵戎相见，难道他们真的能狠下心来吗？远处遥遥传来的鼓声打断了两人的谈话，谢逊他们也循声赶了过来。看来风云三使已经成功抓到了镜花婆婆，很快就要处以分身之刑了。此前在山洞里的时候，谢逊就不止一次想要冲出去救回镜花婆婆，也就是戴启思。即便戴启思对他多番利用，他也始终将其视为自己的同门妹妹。张无忌和众人商议之下，决定兵分三路进行营救。谢逊和赵敏刀剑合璧，想办法拖住武功最高的风云三使，他负责吸引地位最高的宝树王及其手下的注意，周芷若和小昭趁机救人。好在营救计划进行得相当顺利，在谢逊的帮助下，戴启思身上被封的死穴也顺利被冲开了。我这个人从来没说过谢字，谢三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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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人从来没说过谢字。
真是想片刻，戴启思却道出了一个秘密，其实他和银叶先生还生了一个女儿，也就是眼前的小昭。说话了，世王，你说的果然没错，金花，戴奇斯果然是个绝色美女。此前张无忌的确听小昭提起过，她身世凄惨，从小就被亲生父母安置在一户农家，时隔很久才能勉强见一面。只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小昭口中的母亲就是面前的紫山龙王戴奇斯。戴奇斯随后解释说，这些年来他作茧自缚，一直不敢以真实面目示人，更不能和亲生女儿相认。后来他派遣小昭乔装打扮，利用杨不悔的善心混进光明顶，想办法进入那条密道，寻找乾坤大挪移的武功心法。只是他没有料到，小昭不仅对张无忌暗生情愫，还帮张无忌练成了乾坤大挪移。后来在船上，小昭甚至偷偷换掉了他给的那瓶迷药。教主，戴奇斯多有得罪之处。等等，教主。什么教主？你不知道吗？知道什么？哎，你们说话呀，怎么回事？教主，我们明教的教主，谁？是谁？在哪儿？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开口啊！你没有跟你义父说吗？义父，我就是明教第34代教主。我心里早就有数了，无忌孩儿练就的乾坤大挪移，光明左右时怎么可能不懂礼数呢？属下金毛狮王参见教主。义父，义父不可多礼啊。父子归父子，教规不能废。我就是担心您规矩太多，所以不敢坦言相告啊。另一边，周芷若知道自己插不上话，便在旁边安静聆听，但当他的眼神落到倚天剑上的时候，却有些按捺不住。你干什么？这件是我师父的。哼，这件是朝廷的，是被你师父灭绝盗走，我只不过把它取回来而已。是师祖郭襄剑在我手上，没经我同意你休想碰他一下。在周芷若看来，倚天剑是师祖郭襄留下来的，理应归还峨眉派。但对于赵敏来说，自从峨眉派的孤鸿子身死之后，倚天剑就落到了汝阳王府。后来是灭绝师太将宝剑重新夺回，因此两人争论不休，一时也无法判断孰是孰非。最后还是谢逊出面主持大局，两人这才暂且罢休。不过说到这里，他倒是突然对倚天剑有了兴趣，提出和赵敏刀剑互砍，看一看是屠龙刀厉害，还是倚天剑锋利。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周芷若想起灭绝师太的遗言，顿时大惊失色。若是屠龙刀和倚天剑真的相遇，藏在其中的秘密就再也瞒不住了。他拼命想阻止这个赌局，一时半会儿却说不出所以然，情急之下只能跑出了山洞。又跑出去了是不是？哎，好像会传染一样。先是小昭丫头，再是晋武丫头，现在又换成周丫头。无忌，怎么回事？谁知他刚离开没多久，就和波斯三使撞了个满怀。周芷若武功不敌三人，无奈被三人捉走。山洞之中，戴启思透露了不少信息。波斯总教之所以派了这么多人来到中土，除了将他处决之外，也是因为总教教主病逝，他们急切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圣女接任教主之位。至于张无忌这边，周芷若迟迟未归，张无忌实在放心不下，便和赵敏出来找人。我承认我跋扈，我任性，但是我否认我是个无理取闹的人。周芷若她有恩于你，你关心她是应该的。再说我们在这荒岛上又有波斯人敌对，凡事是应该互相照应的吗？有时候我觉得你很善解人意。赵姑娘。赵姑娘的。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山洞的方向竟传来一声巨响，
是总教的人为了逼他们出来，居然用上了火药，幸好谢逊他们及时逃了出来。谁是张教主？在下张无忌，明教教主。宝树王有请。张无忌跟随其后到了那里，才知道周芷若落入敌手，不得已说出了他们的藏身之处。宝树王以众人的性命相威胁，想让张无忌归还乾坤大挪移仙法，同时交出戴启思。张无忌武艺霸占乾坤大挪移仙法，倒是答应的干脆，但他坚决不同意交出戴启思，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小昭的母亲，是义父认定的同门袍子，更是因为戴启思虽已离教，却始终还是明教的紫山龙王，他不愿意为了苟且偷生向总教的这种扭曲教规屈服。宝树王给了他考虑的时间，让他离开了。小昭还找到了一些食物，准确的说应该是几包泡面，让众人填饱了肚子。但不知道为什么，朱日这边刚刚苏醒，戴启思和小昭却不见了踪影。另一边，小昭眼看着母亲终于卸下了多年的伪装，还换上了波斯圣女的装束，显得愈发明艳照人。孩子，让娘抱抱你。娘，为什么今天会穿这套衣服啊？娘回波斯总教去。什么？只有我去，你们才能平安，才能活命。我不管，我不要你去。孩子，你听我说。我不听，你去他们会烧死你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倚天屠龙记》的全部内容了。灵蛇岛上，张无忌和谢逊终于父子相认，九阿婆婆的真实身份曝光，原来她是波斯总教的圣女，原本应该接任教主一职，却因为爱上了韩千叶，被视为时政叛教之人，一旦被抓住就会处于火刑。那么下期视频我将说到，戴启思为了众人的平安决定回到波斯总教，甚至到了第二天，等张无忌再次到来的时候，却在那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另一边，宋金树对周芷若如痴如狂，出于思念日日买醉，却被陈永亮看中，百般劝说他加入丐帮，还声称自己有本事找到周芷若，让他心甘情愿委身下嫁。更令宋金树震惊的是，某天他醉酒醒来，却发现身边躺着的居然是一位陌生的峨眉派女弟子。那么张无忌那边该如何化解这次危机？陈友谅为何要费尽心机拉拢宋金树为己所用？他究竟是什么人呢？小伙伴们要是感兴趣的话，前来专阅看原片哦。